为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现在人在中华一市，中华一市。那新的学期呢，我们又要开始来这边教大家怎么去跟那个狗狗相处。好，那以上我们在这边的一个现场状况哦，台南的中华一市宠物美容系。好，为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现在呢人在中华艺术学，中华艺术。我们中午要吃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中午吃披萨。这个是十亿的培根面是谁？培根面的在楼上吃。这种披萨有多少？100多块而已啊，那很便宜啊。这个是夏威夷鸡翅。我们中午的披萨，好像搞得自己也有吃一样，结果没有。所以披萨100块加送一瓶那个汽水，对，还有一个副食。等一下我等一下再跟你讲啊，我做必胜客了。你做必胜客了？对啊。哇，那这个必胜客吗？算啊。真假的？要卫生纸自己拿。嗯。卫生纸自己拿。章鱼烧。这个是。章鱼烧是谁？哎，你是储蓄金哦，你的。章鱼烧。海鲜哦。对，海鲜，你的。先给你，你也有，等一下。我这一个100块而已，120。100块。99块的这个，哦，这很便宜啊！吃饮喝什么？烤肉。哎，这个比大的，哎，大的不买，不论买大的比较划算。哦，这个比较便宜。这个是那个的，对，哎，你是那个，因为它的属性不好看。刚一年级也有拍啊，哎，找位置啊，这边坐，这边没有，这边都可以，这边都可以。这边很热，快点。快点。快点，很热。上去了。啊，你去你啦。那你这样那背光吧。背啦。好，坐着啦。不要啦，不要啦。我哎，不要被他们害了哦！啊哦！没人。